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准备去 Colorado 的 Loveland 去滑雪。这位是张弛，是你爹。啊，没有放。大家看到他有多丑了吗？啊，就是这么洁白。好恶心，想吐。啊，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天空很蓝。天空灰得像闭嘴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东西搬到我车上。金姐呢？她不来了。啊？为啥？我自己本身来的。为啥她不来了？我哪知道她为什么跟我吵架了呗？她不在那儿吗？我看到她了。哪儿没来啊？那不是金姐吗？不是啊。你有病吧？你有毒吧？看错了，那只是我的女儿。神经病。我要把你东西搬去了。嗯。两位美女。这是啥？这是今天我们滑雪之行的两位女性。然后这是我们的雪板。雪板、雪鞋。这是爸爸的雪板。这是傻逼的雪板。不，如果书包比较重的话。不重。你带了几瓶水啊？两瓶。可以给我一瓶吗？我发，然后我们要出发喽。我能吃一半吗？能不拍人吃东西的照片吗？好吧，出发吧。好了，现在要先去 I70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吧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没有时间坐车。好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上了 I70 了。一直沿着 I70 开到262这个出口，我们就会到 Loveland 了。Loveland 是全美海拔最高的雪场之一，然后我说是之一，不是最高。我不是说之一，我说是之一。一会儿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雪场是什么样的。然后太阳了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的司机。司机叫啥名字？傻。媳妇。原来是我儿子。我可以拍后面的仙女吗？还是你们要吃完？先我们吃。等你们吃完再拍吧。太卑微了一个。真好吃啊 ！What's really? Oh really? Oh really? Oh really? Your father. 那你这视频还准备发出来吗？可能发群里吧。发出来你就在上面 I'm your father。我们马上就要到 Loveland 了 ，Ski Area， 大家看这种。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好，我们已经要到雪场了，大家看到前面的雪场了吗？这么多，那我们还得像昨天一样去搜老师。好烦！就是我们的皮箱往里闯，然后我们下去找位置。对呀、啊，是的啦。慢一点，冰上。如此大，哎，这就是个位置啊！这个，这是吗？这太远了，才是位置。这海边这也可以，这是吗？嗯，慢一点，冰上。